庙前现场的是松山慈惠堂。谢谢，欢迎松山朱奎德，刚下来受咱的技术牛蛙。这也是呢，在我们的台湾非常享誉知名哦，我们的摸牛啦哈，那摸牛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。非常有感，非常有感。是是是，刚下松山朱奎德，刚下欢迎。哇，这次也很有心，还为我们出动这个 LED 行动电视车。的一个代言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那同时呢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救护人，我救护人员啦，我们的这个的紧急消防人员能够跟着大家报场热闹的活动，总是会有一些，当然都希望是平安顺利、啊。是是是，就我们要防范为我们备而不急。哎，你是护理师哎、欸。对，我希望不要动用到我的这个角色。也是我们的中华慈惠道道统哦协会会长公，主事姚石金母。好，那中午卖客人吼，卖环节的，你先来开票了哦。谢谢，感谢我们所有的我们的是。这是我们的仪仗队，这也是我们的刚刚我记得神都团呐哈。在我们的 Venue 的这个呢尬景啊，为我们掌起这个南港的光明灯啊，为我们来营造的这个非常美丽的光明之路哈。大家都很需要一盏光明灯。是。
人讲的较早点灯，它有很多的意思，因为我感觉咱的台语就是安尼。好。好，来现场的朋友，大家注意听一下哦。那给他包你为叫金大店，所以呢，左右两侧我们再各退三步，好不好？来，左右两侧，前后左右各退三步。来，卡路里我哥，哦，新叫做大店，我知影大家拢就想要去，就想要看完。阿哥，哦，这真正做大店，来卡路扭出来，哦，新叫，哦，咱输赢会使顺利，咱甲新甲来甲庙前做一个参拜参礼。比较著名的熊山朱慧德姚笛音乐乱尬，我们的蜗牛非常的粗鄙哈。那你那的家乡因为有那的太祖关水来给咱做神通。蜗牛修到阿尊啊，对，在前面写的名字没有看到。谢谢，非常感恩那的阿弟金表。今天主宾为怀，共同来给咱送喜送贺。这并不拿是八人大交，这个扛在肩上不只是个责任啊，这个重担，我相信这些师兄们啊都扛得很乐于为他们辛苦啊。谢谢你家这期出来恭迎，首先祝你能摇底金表两架，感谢蜗牛送贺。那今天给大家的蜗牛王非常的慈悲，我们欢迎那些的朋友跟大家一起呢来福泽天下。啊，今天给大家聊看到真的是非常的 happy 了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福气。那这一次我们也非常谢谢松山慈惠堂，今天我们参与的人数非常的多哎、欸。那个旗子一路挥不停、啊，是，这个队伍真的是。把大家能带出来一起参与这场赛事都带出来了。对，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师兄师姐今天的莅临啊，谢谢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几乐辛苦，几乐辛苦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哇，这个真的很感人呢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哦。我们可以看到宗教的力量可以凝聚这么多人。是真的，尤其是那我们的东方人哦，他避暑，我等一下干嘛？我明明自己觉得做得很好，可是啊，拍摄工啊，这是我也很努力啦哈。当然，有时候讲好听一点叫 can be， 但是有时候就是我们要适时的去表达自己的这个看法、情绪。对，这件事情你是有能力去展现、去呈现的。对，我们慢慢的，我们不要说哦，可以呢，步步扎实，步步耕耘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呢，一定要聊咱就这哈。大家都非常喜欢咱一个传统的礼堂，好，包括我们的一格车，这个真的很漂亮。这是我的错觉哇，那蜗牛就导致连一格车也是特别，好像有大一个尺寸。当然，对。那每一年呢，在我们的台北母娘文化季，也是全享誉全台的一个文化季，吸引很多海内外的人潮。真的，谢谢。好，今晚那年纪的首三，那个转场是。我昨天跟着大家到最后一刻，也是像这样，现在到八点半，完全能够理解，没有离开，完全能够理解，对，真的大家非常的踊跃。那我昨天下午交班之后，我马上就冲回去南部去主持另外一场，你知道，我一到南部的时候，大家看到我说啊，你不是在台北吃，你不是在节目上吗？你怎么在这？我说是啊，是我。所以，难怪这些人在看，难怪这些人很关注这一场盛典，对。好，咱即马看到这是咱的潜水起来，咱的艺歌车。哦，其实咱的台湾哦，中南部做一真水的艺歌车，这也是台湾的另外一种非遗的文化传统。艺歌车，咱今仔嘛有一部分咱。